开锁专家。线索很重要，没错，线索开对了就很有方向了。但是呢，我刚才要玩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终极密码也很重要。是，那你赢的机会大，你开对方的这个线索开得多，赢的才能开嘛，是不是？赢的才能解码呀。但是这都是我们最后一个单元，因为都是吃饭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惩罚就是又有惩罚，这个先帝人的先狗霸，输狗霸，去上厕所啦，拉肚子。我们绝对帮助消化，帮助消化。我们今天内容让大家知道一下啊，今天有青葱，有乌醋，我喜欢杏仁茶，我喜欢芒果，喜欢冬瓜，喜欢蒜仁，喜欢要炖大排骨，喜欢辣椒，喜欢整个打完现在最流行的绿拿铁啊，好狠，绿啊，对，是绿拿，你怎么没有绿？辣椒绿辣，因为没有黄连跟虾酱，真的好呀。鱼露，鱼露，鱼露，不要再许愿了，不要再许愿了，他从外面拿进来了。还有，不要，他叫过来了。制作人，你留着吃就好了。制作人留着吃。我一定要闻到一个味，香芒果，这个十全大补，金条木兰的味道，好吧。来介绍我们陈真队啊，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开胃的朋友有哪些呢？欢迎黄浩平、阿诺诺、何一平、屈中恒。来，我们这边拍一桌 ，Abby、屈小可、东子成。好，来，我们双方就位，来。好了，第一轮主题是演员。现在请看题目，来来来，看一下，这是我们，不是他们。好，请看，我们要写关键字，让他们猜，好不好？如果他这么好，要他们猜，他不能写太精准，知道吗？对，不能写出答案。哇，哎呦，这个，他，你要写，你这个嘴巴太快，你少讲一点话。他就把那个答案说出来了。他有没有口罩？把写出来，写出来。拿对，拿自己的。你上出来遛狗还拿口罩？没有，他是拿你口罩。太快了吧！太快了吧！太快了吧！他们有些字不会写。对。放自己面前哈。第一回合的终极密码，两边各派三位。小心，小心。来，请派三位。各派三位，我先下。好不好？好。我想你常常输嘛，让你先主持。终极密码，我先玩，好不好？对，来，还有谁？我觉得小姐很会玩的 ，Albie 吗 ？Albie 来，今天不让他喝怎么行？我们派三个，来，三个，他们派了他，黄明，因为我们第一分要先拿下。来，给你们选啊，一三五二四六，来，给你们选，我来个四啊，徐可欣，你看你一三五六二四六是？那我是五嘛，那我六啊，来哦，这边，哪个太准了？来，要写哦，一到七十哦，一到七十，一到七十，海盗就爆掉就一到七十，你想一个号码，我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假血，假血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就写二十一吧。啊，这么大？哎呦，笔画这么多，这么大？你怎么写六位数字？写完了，还这么演半天，不累啊？阿拉伯数字都不会写。他用注音啊去拼出阿拉伯数字，一到七，他写大写大写。来，终极密码一到七十，好吧，请开始。四十二，哇哇，哎呦，含一个含中间的，四十二到七十，哇，四十二到七十的一半是多少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五十六，五十二到五十六到七十，哦，你好快，太快了吧。五十六到七十哦，是没几个啦。六十，五十六到六十。五七五八五九。陈哥最近没有回答那些吗？你喊五八，他就一定死啊！除非五七五八中啊，五八会中吗？五八我觉得会中，五八中啊！我不想中啊，那我走边边，走边边，边边多少？很边边啊！喊五七他喊中，那就是我喊我们还是一样死啊，就三分之二。紧张，各位有点紧张，我们坐立难安。三个数字，你要喊边边。
边边，还是要喊中间夹人？你要决定中间中，因为你喊中间，两边他就不用喊，对啊，不用喊，对，完全不用喊。对，但你如果没喊中他可能就会。那你喊边边，所以要自己决定。所以五七五八五九，我觉得会是边边就没有边边哦，我觉得应该是五八。所以呢，我喊今天五八五九五九 ，yes， 没有中，没有中，太好了啊！五九，那五七五八。快点！我也觉得是五八，因为五六到五九，我告诉你哦，不是要讲，请坐。不是不是，我要分析，我在分析他，他刚才在讲那个话，就是暗示他叫五八，他刚才讲那个话就在暗示他叫五八，他没有听懂，对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刚刚说五八，他刚刚说加五八呢就夹死了，哎，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哎，会怎么样？真的吗？他在分析什么？你要喊边边，边边还是要喊中间夹人？你要决定中间中，因为你喊中间，两边他就不用喊，对啊，不用喊，对，完全不用。对。觉得我们刚刚一直在讲什么高粱酒，有对是五八高粱，是五八。可是我觉得奶哥刚分析的很有道理，因为我跟他讲，我刚刚有跟你讲几道了，来你叫好五八，中五九，五八啦，五七五七啊。我就跟他讲，他一定写五。你夹他一定会死。好强，真的。哪个太准了吧？不是太准。没有，是我们他听得懂。因为他讲话都已经在那边暗示你了，他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好怪哦，你根本不公正。我不喜欢这种命运掌握在你还帮我们分析。我当然要分析我的队员啊。我就上来骗人胆的，而且他没得选，什么都没有得选的。那懒男的不敢喊啊，没有办法。你不能去预测他，你要找胜率最高的，因为你猜又猜不中。你下次可以早点分析有听吗？我不要，你那么笨都听不懂。太晚了，我要叫你讲，我怕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赢家队长选食材去吧。哎，来来来。那选什么？选选选，我们就一开始就重一点啦。辣椒，好可怕！辣椒，重不重？辣椒，好强！啊，不辣啦！不要一开始就辣，可以的啦。加一些和泰迪，太辣！太多了吧？你会弄到自己辣了。反而有辣比较好。哎，这个不是辣油子呢？很难呐。这是小猪，会辣的吗？不辣，不辣了。对，有些辣椒不辣，不辣吗？不行，那我们会，我不能不要吃道具好不好？不辣，什么？要不甜呢？你们说你做小气，我一根都吃完了。不会辣，真的吃辣椒啊？那不辣，真的吃辣椒啊？一根啊，不辣啊？不要不甜，你就可以。因为不辣，然后转过来嘴唇已经肿了，我的大辣椒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吃了几个你们的食材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准偷吃芒果。哥好厉害，来，请开锁。开谁？开谁？我开徐凯熙的。我们都猜艺人吧，啊，对不对？猜我的演员，演员啊，开嘛，他们我觉得找徐宗恒啊，啊，徐宗恒，好好啊，影帝嘛，影帝嘛，影帝影帝，徐宗恒，影帝影帝，徐宗恒，我觉得而且还笑，徐宗恒的是，你看，金钟奖，这个难吗？这不难，这个哎已经把它缩得很窄的，金钟奖得过金钟影帝。就代表他又是个男的，我们不会往女的发。对啊，影帝啦，影帝啊，哇，你这把不是不是，讲出来就好好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定是男的。细听啊，是废话。没有，不是，他分析说，哎，所以我们从这影帝可以分析出来，他是男的，是男的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男的，好不好？还有。他讲意思，我们往女的去猜了。对，就是如果你说你有得过金钟奖，可能是男的，也有可能是女的嘛。是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但是他写影帝就是男的，然后又知道说哦，他是金钟奖的得主。是是是，就是这样。很棒，还是一样，还不是一样。来 ，round two， 终极码 round two， 各派三位。来。玩过了，没上的是我们，加油！三位，加油！一起来，一样的玩法，你们去，你们去，一样嘛，一样的，再讲，再讲，再讲。一三五二四六，那你们跟我数字变相过，刚刚是一到七，下一个一到六，换哪个数字？你们二四六嘛，二四六换一下，我一三五四啊，我会开五七耶，真的，对，因为我对奶奶出题，好厉害，我出题啊，哦，那我就刁钻一点喽，刁钻，好不好？好可怕，这种要往前坐嘛，对不对？
危险的刺激都在后面嘛。那不一定啊，好好分析啊。有衰的话，一百八早就中了。哎，一到六十，哎，一到六十。然后五五，虚克一定就是一砍就是三十嘛，对不对？中的公司对。嗯，好，来，加油，各位，我们开了两个线索就知道了。哎呦，倒了，倒了，完了，倒了，不祥之兆，胸罩，胸罩，他是个胸罩，胸罩，胸罩，来哦，胸罩，一到六十，请叫，三十三，三十三，为什么叫三十三？三十三来三，不可能，你为什么会叫三十三？我就突然就闪过三十三嘛，哦哟，闪三三哦，跟你都处女座，啊对呀，完了，完了。不可能！太快了！太快了！太准了！会不会第一棒就全被打？因为我想破半，我想破半不太可能。不能三十，对不对？破半就没。对啊，破半就没有效果了。对啊，这一把就喊到也太倒霉了吧？不可能！不可能啦！不要做效果。好，哎呀，破。多少到多少到？三十三到六十了嘛？没有，一到三十三。啊，又三十三。对，这么小。那我就喊二十嘛。二十。二十到三三，哇，真的，多了多了多了，二十到三三剩十二个，伙伴很快，还早还早，剩十二个，还有三十三呢，还有十二个，20到33，对啊，20到33，还有十二个，好。你要走边边还是走中间啊？我们走中间要不要？走中间，走中间容易摔跤。对啊，我要看，我要看物理怎么弄毛巾啊。走中间，你们一半一半，我就到不了后面了。走中间，好，那怎么走都走中间啦。这边呢？二十，二，我觉得这个是边的。二十到三十三，三，那就二九。啊？这不是中间吗？白痴啊！边没有太边边呐，三十三，多少？多少？五点出头，他会五点半到，三十好不好？没有，还不能改的，不要被他吓到。不是，我们要确定，确定，因为我想说那是靠山的边边呐，不要被他吓到。靠山边，靠海，不要吓到。那如果是二九到三三嘞，二九，然后你呢？我觉得它应该会是二十的小，三十，对啊，所以呢，所以呢，确定了啊，不能改喽，很坚持哦，不改喽，啊，不改，好来，过，剩三十三一三二，哇，成功了，又成功了，又来了，又来，又来了，先生，三十三一三二，你要讲一些话吗？你讲一些话，我不能，他不能讲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讲啊，你不能提示啊，没有提示，没有提示啊。我绝对不干这种事情，好不好？我要提示就直接讲，就不高明。好好好，31 32，你过。30 31 32，你就夹和一边就不要玩呢。如果我对啊，其实是这样没错。对，如果我夹的话，你们就一定死嘛。对啊，对，那对啊，一定死。对，逃都没得逃。他过啊。那不30 31 32，来，不一定连续两次都这样子啊。对。哎，凤凰美该有个限度吧？你会做吗？爸不不，有时候。豹哥，有时候。真的假的？豹哥，你不要骗人，误导。我讲讲面相，误导就没有了。哎，剧中人懂好多。你家有吗？有。没有。骗人。要用手操作，没有。有时候。公开场合不要聊这个好吗？人名不是状态。哎对，状态。状态。对。形容男生的陈哥吗？陈哥有吗？哎，我们有，一定吗？有，一看就有了，一看就有了。天才冲冲冲！好了，过，剩三十三一三二，哇，成功了，又成功了，又来了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先生，30 31 32，你要讲一些话吗？你讲一些话，我不能，他不能讲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讲啊，你不能提示啊，没有提示，没有提示啊，你告诉我，绝对不干这种事情，好不好？我要提示就直接讲，就不高明，好好好，对，三一三二，你过，三十三一三二，你就夹和一边就不要玩呢。
如果我对啊，其实是这样没错。对，如果我夹的话，你们就一定死嘛。对啊，对，那对啊，一定死。对，逃都没得逃。他过啊。那不33-1、32，来，不一定连续两次都这样子啊。对啊。他就31，他是不是喊31就31？啊！不要吧！31不是你中就是我们中，不是你中就他们中，就不用玩了。这个东西呢，一定是这样补的，对，可能再去叫个30，对，因为这样没意义嘛，没有意义嘛，对对对，该拼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听得出来我的话中的意思了吗？听得出来，到底是听出来了。有没有？我是等他叫完以后我才这样讲。对，对，真的，因为现在陈哥也是这样讲，但是上道。但是有时候我做节目会千变万化，好烦哦。有没有？那他觉得，哎呦，哪个真的做节目？还有的，谁不会做？谁不会做？等一下，各位，谁中？来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吗？不可能连续两盘都这样子玩。我猜32，30。20到33，厉害厉害，超厉害超厉害！阿诺懂了没有？懂了。什么叫边边呢？你剩没几个数怎么玩？笑死！我以为他会是下面的，射下面，因为我没有猜到，猜不到。那你刚就叫21就好了，后面可以玩久。找21，你找32啊？对啊，讲29。往上加一个就好，玩比较久啊。对啊。对啊。你要搞那节目不够长的，要猜出你们答案了，没教堂了，对不对？主要是我猜到我们这边，来来来来，我们这一队过来过来，先加个料吧，来加个料加个料吧，加辣椒什么辣椒？辣椒太菜了，没有这个十全大补。哇，这个看起来不差，这不差，这个枸杞在里面，你看，是这个加辣应该也还好，这加辣好喝，这加辣好喝，哎，有个重要的味道，你看，可以可以，这个这个加辣好喝，哎，那就加这个。好了，加了汤啊，加什么？哎，这弄下去，待会就会变成什么火锅料了。火锅汤底，待会加点水果。炖汤啊，甜汤啊，甜汤起来，炖炖汤了。来，甜汤加到甜。请开这个线索，开锁。哎，我们家开，他已经锁得很紧，已经别开。我们大家都想要看是凯西的，徐凯西，开两个。因为我觉得凯西蛮写了一个蛮味的。对，好来，徐凯西开。徐凯西 ，Cassie， 不是吧？不用玩，还要玩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这样？帝王都海都还要玩吗？他们在演，那边在演，很关键的哦。啊，你先啊！我们这一组有两个人不知道，一个就哪一个，一个就以轩。那因为雅兰姐她就是有一部戏在去年的时候，她就对，好像是一个什么讲演，有那个她演皇上，她演皇上，嘉庆君，嘉庆君有台湾，我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观众朋友很清楚了，能够得金钟奖刚才讲影帝，就是哪一个？他现在翻出这个牌是唯一的女人，所以就是女串男，对对，然后唯一在金钟奖得到过影帝，他明显的。唯一一个，所以要公布答案了吗？我要问一下，我觉得啊，因为这样节目不够长。但是我跟你等一下，但是等一下，你们开了这个，观众都知道答案了，没有？对啊，不是，但好玩，我们可以再玩一题啊，但我们不惩罚。好不好？如果你们下面一题你们赢，我们要开别的，我们是有志气的，我们惩罚。观众已经知道答案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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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讲啊，观众也知道答案了，我们也知道赢了，赢了。但我们先饶他们，让他们苟延残喘。没有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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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 round 的终极密码，我们又赢了，我们又加一个料了，要不然人家料太少。对对对，两个镜头上，就是不断的凌虐他们，凌虐他们。不要开别的题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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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翻开跟你们玩，我们先翻开。我跟你讲，万一待会你们逆转，我们都认了。我们现在知道是陈亚兰，无所谓，我们不猜陈亚兰，好不好？不猜，我们就猜杨丽花，好不好？杨丽花，1、2、3，杨丽花。没答中。
10秒。哇，他们真烂，拿不动。好难，好难，大家要猜到。好人还不惩罚你看。但我们输了，我们不要喝可以吗？不行，我们这样做的这个决定，我告诉你哦，现在因为真的料太少。是啊，让他们输了喝这些料，我们也根本很奇怪啊。我们玩终极秒啊，都赢啊，输了还要被凌迟，我们哪让他们输啊？加了个什么？开这个中药跟个辣椒而已。对，单调。来，我们再玩一回合，来玩一回合。来，那我就放心去玩哦。我放心了，我放心去玩了。那我们三个，我们三个讲，这样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啊。这个我们都可以放心了。二十六，我们一三，你们呢？三个，我们一三，我要玩吗？要。要玩，那陈雅兰不叫你对啊。高平，你坐前面，你刚刚没玩到。对，该我们三个。对，那我去玩哦。我也放心的玩。大家玩。去哪？我玩不好。1到40。对。一到四十。没关系，他们绝对猜不到我们是什么的。1到40。哪那么多笔画？麦克哦。想你们啊。卖掉啊！1到40，1到4。哎，我们玩久一点了哈，好不好？玩久一点，好不好？从三，因为他们都死得太快。可惜，拍垮。那你觉得是放一点？玩久点好了哈。我不讲。来，准备1到40，终极密码，请开始。要玩久一点嘛？你忙你的。那就2到40。他就二了。想号拍数字，讲数字，讲号嘛。他讲二啊。好了啦。二。不要老二现在太这个有喊跟没有喊一样。对，我们就10道这个。不是，不要喊数字，你喊数字就好了。10到40，这样可以吧？啊，那就来个我管他37、21，就21。三十八。38，乱砍。10到38。10到38。10到38。玩久一点。那就来了。反正他们也猜不到我们是什么啦。十一。我要忘记了吧？十一啊！10到38。哎，他忘掉了，你看嘛。无心在游戏上面。又是我，好衰哦！原来你没有喊也是你中，原来没有喊也是你中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感觉是这样的感觉。我了解了，这一 round 是加2样食材哦。哇！2样，来，上，加了，万般加这个好不好？冲好不好？不由人冲啊，冲芒果啊，冲跟杏仁，要不要加6样？杏仁啊，杏仁太恶心了，这就恶心啊！讲什么话？恶心完这个单元干什么？上次那么喝那个，我喝那个鱼露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感觉？是爆头！那个志端，可不可以把上次喝鱼露的那个剪出来？那葱下的不少，哎呀，葱好啊，葱好。杏仁下去啊，杏仁，好多哇！杏仁好喝。杏仁加大。他们总共几个人？2、4、6、7个，对吧？七个量不够，多一点。我们不加水，我们要求原味不加水，纯的。超香，这么多杏仁味啊！哎，我们要开始。来，因为我们要开到，开黄豪平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加码玩一个？好，比如说，再开个提示啊。黄豪平呢？加码，要不要加码玩一个？例如说，我们讲说，现场有一个提示是三个字，你猜不中的话，我们开你们一个。你忙你的。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现在这个差就开一个又没差。黄豪平，时间够。差不多了。好，来，凌迟到现在，再选一个，来，黄豪平，翻过来，自己开，哎呀，黄豪平翻过来，这个，哎呀，你猜不到是他的啦，入围过，应该是金钟主持啊，曾国也是啊，他对啊，他是女生，主持人怎么会是女生呢？不是，因为他跟我主持过，对啊，对。
没了。哎，要猜谁啊？你要猜谁？讨论一下，讨论一下，讨论一下。你们要知道节目的效果。哎，好难呢。好难，真的。想一下，想一下。现在你们应该摸不着头绪了。想一下，想一下。真的摸不着头绪。要这样子，可男可女的，好不容易啊。多难。电竞中影帝主持都有，代表这人强中又强。哎，还有人在倒数秒哎。好认真的，好演的，好压力，好紧张啊。来，竞争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喊着下，来，下班了，一、二、三，陈雅兰，来，好，来，主持人是吧？陈雅兰，哎，哎，等到我先给他们猜我们，哦，来，我们的，我们的，我们的很难的，很难猜，很难猜，你跟他猜，没有两个人，你跟我猜两个，我猜两个你就知道了，应该没办法，这两个应该不行，这两个，我觉得他们智商，这两个，这两个他们还是唱出来，会带去学校，好多凉，凉脚。气好我想看有什么东西。立同一个路线。立刻白立对可同一个路线。立刻带哎对哎对对对对对好你赢光对对对棒。不要再赢光笔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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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雅兰，来，好，来，主持人是吧？陈雅兰，哎，等到我想给他们看我们的，来来来，很难的，没有两个人，你跟我拍两个，我拍两个你就知道了。应该没办法，这两个应该不行，这两个。我觉得他们智商，这两个，这两个他们还唱出来。什么？我们的真的比较难，真的，真的。那就不是台湾人喽。这个台湾够了，够两个人够，这真的不是台湾人。梁家辉，哎，梁家辉，我是正确答案，梁家辉。因为还有一个每次报纸写梁家辉都写爱家，爱家对梁家辉是爱神，所以我上白布啊。对，这个他也是影帝了哈，就香港这个金马奖，他从哎金像奖，他从影40年啊，拍了140部电影。哎呦，哇！那周润发呢？周润发他没有背，对啊。我的确是不熟，我跟你讲郭金发的故事好了，都叫发哥吧，郭贵宾的发哥吧，就是梁家辉。必须我们终极惩罚，仙气逼人的速度吧。速度啊！仙气逼人哦，仙气逼人，好不好？那我都做真了，我们就直接来。有水有水，你要打浓一点还是打稀一点？稀一点，打久一点，加油加油，不要渣渣，对，不要不要。渣渣要喝完，那有渣渣要喝也喝一半。啊，那有渣渣，有渣渣，太浓了啦，怎么样可以打久一点啊？沉淀一下就不会有，就打细一点啦。哇，很有气耶，好臭的感觉。不会很臭了，不会。哎呦，就是杏仁味，杏仁味的味道，顶级美味啊！青春。喝起来不一样，我们在这边都闻到顶级美味啊！要是你闻那个鱼露也很香啊，喝起来吓死。不香，鱼露怎么会香？好了，好了，太大杯了吧？好渣哦！哎，很漂亮的颜色，对，棒啊！有点像那个冰拿铁，打出来跟他们制服一模一样颜色，缤纷了，对，跟我们制服一样，三分之一，没有到把天的口气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完全不想顶哎，哎呦，好烦。他们喝喝，没有喝完的再加。水 stand by 吗？阿诺那边假装拿不到，喝完就那个，不是，好奇怪哦。这里面有辣椒，准备哦。我们数到五要喝完，没有喝完再加。故意要喝完，有大可以。有大可以。来，我先试看辣不辣。等一下好臭。辣啊！你喜欢吃辣对吧？吃了不辣。我不敢吃辣。我刚才都吃一个辣椒了。很辣哎！我不吃辣椒了。我连微辣都不。真的后劲很强哎！不敢吃辣。来准备，不能。我数到五秒喝完了。五，一半，一半，预备，开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好冰好强辣！好辣！好冰好强辣！好辣！三、二。好冰好强辣！好辣！真的很辣。进去，来，好了，还有半杯，加水，不行，我刚大招炸弹里面，不行，好多，喝水，
水加水，要不要？哦，喉咙好痛，喉咙喝水。哎呀，我是达达。我觉得水好，喝水。我这还恶心呢。喝水，喝水。怀孕了，又怀孕了。对。所以，我刚刚辣椒吐回去，然后现在又加水又喝下去。我不要加这里，好，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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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放辣椒啦，太烧了，好像喝高粱的感觉。我们很好啊。不过，我可以做出高粱的感觉。放生水，放喝水，好可怕。杀菌，杀菌。我真的心到在烧哎，你都热泪盈眶了。对呀，太感动。喝下去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有这么好，它的纤维是非常的多。然后好恶心啊！它那个辣味不是马上就出来，它那个辣很后劲很强哎，很烧。嗯，就像尾鱼。到第二口的时候，我现在就出来，尾鱼应该很烧啊，整个口感不只有辣椒的香气。我告诉你，想减肥的，我跟你讲，明天起码少两公斤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可能少60-70公斤，剩下灵魂，灵魂也会少两年的寿命。下次继续加油哈！辛苦大家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了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现在精彩的，现在冲冲冲！